撕了。又怎么了？年前你在我家吃了一顿饭，你还记得不？记得。当时不是有两条鱼没有吃完吗？你就顺手往那大胡子肚一丢。啊，记得，是。现在可不得了了哟。怎么了？那大湖里面足足有30万斤鱼啊。30万斤鱼啊？啊，我今天过来呀，就是来给你道歉的。道什么歉？就在没有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下耶，我擅自把那30万斤鱼给卖了。哎，小邓啊，啊，你挣的不少哦，还道什么歉呢？那，这是那卖鱼的30万。小邓啊，啊，这是你们家的鱼塘，这个不能说。哎，经理，没有你当时丢的那几斤鱼，哎，哪里有现在的30万斤鱼哦？啊？哎呀，小邓啊，哎，我就喜欢跟你这种懂感。质感善良的人打交道，哎呀，是是是是是，啊，懂感恩的人，经理心里面都有数。对对对对对，哦，经理，我听说你开了一家珍宝居鳄鱼烧菜馆呢。哎，对，我有个外甥女考上了清华，想去你那里摆几桌，可以不？肯定可以啊。待会儿我就去预约一下。嗯。哦，对了，经理，那29期的主体不是已经完工了吗？那精装的活给我干呐。嗯。喂。哎呀，经理，什么意思啊？干好了，这里。哦，哈哈，谢谢经理，谢谢经理。直接进场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那我先走了哈。嗯。四周牛皮。世上经理千千万，画经理收礼那是 number one。